一对老板娘越吃越年轻，不过在生意上已经有经营了30年，那就是脸化茶餐室。好了哦。越南排骨，越南排骨啊，这蘑菇的，越南，嘿，什么香？什么香？香，菜哈，加工茶香，香，这不香，这香落来，豆腐，豆腐啊，欢迎吃一口这个哈，碎了 ，OK， 崩，不也崩，是的，什么水啊？不简单的老板娘，每天一甩一炒，一甩一炒的甩锅，这时就是甩出它的骚味，香好吃。真的砂锅咸鱼旺菜好香啊，你们嗅到了没有啊？
品尝一下美味的汤头。来辣一下嘛。来来来，我们试一口喝看看会不会辣哦，因为也不敢喝辣。没有骨的越南排骨，这是沙煲干贡，没有辣的咯。然后这是越南排骨，没有辣的。热腾腾的鱼头骨让我们有感觉到古早味的味道哦，用火炭煮出来的。汤头的菜有金针菇、包菜、豆腐，哇，炸鱼肉。这个是炸了，炸了再来煮哦。嗯。哇，香啊！外酥内软，而且是用火炭来煮的。是啊，就是特别的，那火炭才香。很清甜啊，鲜甜。芋头，芋头，还有芋头，很香啊。鲜鱼、青草啊，鲜鱼，鲜鱼味，炒成功，鲜鱼炒很好。没有骨头的排骨，现在还炸过了。嗯，炸了，帮人民吃。嗯，这个广播量。
淡薄鹽，你吃大鹽喔，我吃淡薄鹽喔，吃淡薄鹽喔，像炸这土包包，吃八宝喽！其实做几年了，你的生意？啊？几年了？三十年。你才几岁？三十年？32岁。18岁啦，永远18。不要拍，不要拍。休息啊？星期二。每个星期二。有没有？这边是几点开到几点？下午12点。下午十二点就开了，到晚上9点。到晚上九点，好吃吗？年了，好吃。我在里面拍，我就流口水啊。下一次的机会要来，你们来。好料一定要叫我来，不可以不来。看的人就你们来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！带你们来马祖，好多好多的美食，走走吃吃逛逛。有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拜拜，美女，全部武装，美女。再见。Thank you.